所以说久咳的话，你可以从表面上的症状，你可以推理到原来是什么样的咳嗽，从哪个脏出来的。好，那肺咳不已，大肠受之，大肠咳状，一咳大便出一点点啊，怎么一咳嗽大便出一点点，或者放屁啊，那小肠呢咳就是放屁，大肠咳呢好、啊、就是出一点大便，为什么这样子哈、啊？以后辨证的时候，诸位可以从这里看，我把所有的辨证全部简化了哈、啊，小肠，就是大肠是围绕着小肠嘛哈、啊，大肠围绕着小肠。那我们在辨证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举一个观念给你看啊、哦，一个便秘啊、哦，那我们便秘在大肠里面，便秘在小肠里面，便秘在肠子头，便秘在肠子弯曲的地方，便秘在肠子的尾啊，都处方都不一样啊、哦。那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如果是堵在小肠里面，代表大肠里面没有东西，一咳屁放出来，所以小肠咳嗽是放屁嘛。那大肠里面都堵到，你一咳嗽大便出来一点点，大肠嘛，哦，这样子先简单这个概念。那我们讲金匮的时候，哇，会讲得很细，哈、哦，非常的细，哦，基本上概念你有了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是所有的病的原因、发生的治病的原因、它的中间的过程，好、哦、到死都记载得很详细。那真正开始动手治症的时候，哈、哦，那是我们的所有的症状、处方，这处方的来源。好，症状通通依据黄帝内经的。好，那这个咳而失气就放屁嘛，好，大肠咳，对不起，小肠的咳嗽。如果肾脏内脏的咳一直咳了很久没有好，肾脏的咳会移转到腑，就是膀胱，肾和膀胱是表里，好，那一咳小便就出来。好，所以有人告诉你我咳嗽，你们知道你咳得怎么样，就是咳嗽，那就是出咳。啊、哦，我奇怪，我咳了小便就出来，就久咳了，已经是久咳了，哦，久病都快从腑脏传到腑上面，那久咳不已，在咳了很多，有一种状况呢，咳到后来三焦受之，三焦咳的症状呢，咳腹满，好、哦，不欲就是不想吃东西，好、哦，三焦的咳呢，这个三焦本身这个三焦是在脏腑好、哦、之间，联络脏和腑中间的桥梁都是所谓三焦。那三焦又通到全身的肌肉经脉里面去，都有三焦，这三焦是无所不到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好，那咳而腹满就是它的主症。好，那这个六腑受气，皆因为我们原来这个所有的我们的腑通通受气于胃，所以这个五脏咳呢，好，这个应于肺，所以源于源头在肺上面，那肺再移转出来哈，那所有的腑呢，统统聚这个气都会聚在胃里面哈，都是，这是那个最早咳的时候是肺咳，所以咳嗽会让人家呢痰比较多，好面浮气，这个气逆，呼吸比较短，好，那后面这一段呢，好只是一个解说注解而已，真正的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些，好，比如说肾久咳。一气为膀胱，一咳就小便，所以你会常常听到人家一咳小便就出来，啊、哦，其实原因是肾。那你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？因为你们以后会学到很多处方，比如说我说这个处方治咳嗽的，好，你吃下去咳就减少了，可是它不会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去治它的根，哦，所以一咳大便出来，或一咳放屁出来，一咳小便出来，咳的处方是一样的哦，但是我们里面附加了一些东西，就是去它的根的所在，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《黄帝内经》的原因。好，否则以后我讲咳啊，好，我们讲金匮，好，一咳嗽就讲完了。那你去临床治咳的时候，你不记得可以把咳嗽好完完全全根治。那我们本省话有一句话很好玩，医书加底烧嘛。那这个不管中西都很怕治咳嗽，因为咳嗽很难治，啊，但你抓到他的神，咳嗽很好治，哈，不是很难的。好，这里就是咳嗽的你要注意的一些地方。好，那。皇帝说了，哎，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呢，跟针灸有99%的关系。有处方，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些处方，但是只有几个处方而已，不够用的啊、哦。那跟针灸呢，哇，像就是每一章都跟针灸有关系。那皇帝就问了、啊，那治这个咳嗽，那针灸怎么治啊？好、哦，那岐伯说，这治疗下治疗法则了。如果咳是脏，还没有传腑，光是脏咳，我们治它的鱼穴，好、哦。
这个鱼穴呢，可以讲五腧穴，仅用鱼精河的鱼，还有背后的腧穴也可以，就治该脏的鱼穴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治腑，好，治它的核，好，就是壳九壳没有好了，移转到腑上面了，比如一壳小便就露出来，那我们治膀胱经的合穴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可以。那如果有腑肿的了，代表伤到胃气的，这时候治它的经，好，伤到胃气，那我们可以治这个胃经的好经穴，好。这就是我们论咳，好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了，我就是病理学、生理学，哈，它的病的原因是什么？到现在为止呢，西医对病的原因并不搞不清楚，所以我心里很清楚，很清楚西医怎么回事。每次病人来说，哎，医生跟我说我是什么什么病，我说那医生有没有跟你讲怎么来的？没有，啊，那你医生错了，我告诉你怎么来的。我常常讲，那个病人说你那么厉害，我说对啊，我告诉你怎么来，我讲给他听，哎，这是我，他就像他这样子。好，那西医都是事后发病的时候看到了，可是你就问他病源从哪里来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临床上，我常常以后你们会听到，常常跟病人说，你的医生不知道你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知道你哪里来，早就帮你治好了嘛。所以他讲了一大堆名词没有用啊。好，如果这个名词都是对的，那你就好了。好，那你讲红斑性狼疮讲了很多，那你如果医生真的知道什么是红斑性狼疮，就帮你治好了，知道病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讲到为什么讲这个名词出来，就要他只要告诉你，就是说。我很懂，对你花钱你不会白花，终于我查到你什么病了，然后治没治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告诉你怎么来的。好，我常常跟病人是这样讲，病一定有因，所以你如果黄帝内经很熟的时候，查病因就查到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强调一下，为什么我说很早，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艾滋病好不会死人，因为我看过的艾滋病全部正在阳明，阳明无死症啊，好，所以不会死。好，也就是不吃药就会好，啊，可是西医不同意啊，西医是希望，西药厂是希望所有人都生病，他才能赚钱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硬说会死，反正结果把病人搞死，就吃西药搞死掉。好，以后你们会看到一些案例，基本上我们在讲伤寒讲军贵的时候，会讲很多的症状出来，然后辨证法，我们的出治疗的手法，好，那临床的时候我会介绍一些案例给大家听，好。所以艾滋病人来，我一开个白虎汤，他吃下去当场哦，十几年没那么好过，这是白虎汤。好，第一，我们现在看326页，啊，这个是《黄帝内经》第39篇《举痛论》，啊，所有的痛症我们如何去辨证？啊，所以现在一篇篇分开来，有没有缺啊，或者是咳，或者是痛，啊，寒啊、热啊都有。好，啊，皇帝问呢，他说。这段很好玩哈，专门讲这个天的道理的人哈，必有厌于人哦。这个在人间就讲天地阴阳的人，在人间会得到哦厌。如果专门讲古代的哦，常常引经据典讲啊，《史记》怎么说，《战国志》怎么说，哦，一定有古代的道理呢。好，哦，一定有合于心的，所以我们念史书很重要啊，哦。善言仁者，必有厌于己啊，哦。那这个太了解人了哈，一定会被人家恨的，好，被人家恨，所以很多人很恨我，尤其西医很恨我，好，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那我们不做人身攻击，基本上我一直认为说人都是好人，他们出发点心都是善的。那他会去学西医，并不是他的错，而是医学理论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推翻这理论？因为我们需要去救人，支持而已，好，支持而已，好。那这个就是。这一段讲的就是明嘛，好，明白，好，我们要做个名医，好，明白的医生，不一定要做这个名，好，这个名医，一定要，但是一定要做这个名医，好，心里很清楚，心里要很清楚，你做了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，心里很清楚这个过程，病炎病发生的过程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西医是不明，所以不明他才要一直在研究，一直在研发展东西吧。那黄帝内经几千年就前的东西，他就结束了。我们到现在还在研究，还在追寻这个法规，病因、病的发展的过程和病的治疗的法则，还有病的结束怎么是，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我们不需要再去研发新的，代表它是真理，好，哦，真理。那西医不对啊，它一直在研发新的，一直研发新的哈，哦，代表它到头来没路走了，啊，哦，没路走了。我们不需要研发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它还在开始。好，哦，那这一段讲的就是。言而可知，就是我们要做诊断的时候，病人讲话或者你跟他言谈，听好，闻诊，
或者问诊，视而可见，眼睛看得到是望诊，哦，门而可知，你切脉啊，这个望闻问切最早视诊被从这一条定出来，哦，我们那个老师那个视诊心法很多的望闻问切，大家都知道，最早是来自黄帝内经这一段，我们要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嘴巴问，手去摸脉，好，哦，那岐伯他就想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岐伯说，那你要知道这个哪一个道理，你听听看，你要说，你要问，好，哦。那皇帝说希望知道内脏五个脏突然发生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好，这里呢注意看黄岐伯怎么解释。经脉流行不止，循环不周，这是正常。我们人的一个常态是不断的循环，好，只往前不往后的。一直这样循环，一直循环，只前进不往后。所以我们一直从出生一直到老，啊，不会往后走。那好，你个性可能会往后。到了80岁的返老还童，啊，个性会往后，但身体还是会一直老化，啊，那一直是往前走的。如果一逆着走，就是病态，啊，气逆就是病态，啊，所以循环不周这是常态。当寒气跑到经络去，啊，造成循环速度减缓，啊，如果是刻意脉外，啊，我们这个血脉在这边，这个脉外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经脉，一种是血脉，我画片，这是血管，这是血管的脉外，这经脉的外面，哦，脉外。那如果是寒气进来的时候，造成气血循环的速度减缓，或者是停滞不前的时候，如果是在脉外，在血脉的外面，当你血脉的外面的时候，这个寒会把血管缩小，寒，哦，则缩，哦，血管会缩小。所以说越冷的时候这个脉会越脉管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当然血就变少了，因为血的速度会变慢。好，那如果是刻于脉中，如果这个寒呢是在里面，不在脉外，是在脉里面，所以我们分两个，一个是脉的外，一个是脉内。脉的里面，如果寒跑到脉的里面去的时候发痛了，就是瞬间的发痛，好，足然而痛就是瞬间的痛。好，就是本来都很好啊，突然一阵痛，当你发现突然的好瞬间的发痛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寒在脉的里面。好，那皇帝就问啊，这个皇帝问题很多哈，其实实际上怎么样，就是一种医学的传承，哦，啊，就故意提出来。那我们中医写的黄帝内经很好玩，好像写两个人的对话，好像写个剧本一样，他不把它引经据典，写得很死板板的让你好读。那皇帝就问啊，有的痛呢，痛一下他突然又停掉了，有的是痛不止，一直在持续在痛，有的是痛的不能按，有的是痛的喜欢按，对不对？按的按很舒服，哦，有的是按了半天你按不按都没有用，他还是在痛，哦，那喘动应受者就动悸，哦，动悸呢皇帝内经很好玩，这个东西，哦，你如果没有临床经验，你就看皇帝内经就是很形而上，临床看过以后再看黄帝内经，哇，这是真有道理哈。喘而动者，肚脐在这边，肚脐左边呢是肝，肚脐下呢是心，肚脐中间动悸的时候是脾，啊，脾脏。那肚脐这边侧是肺，啊，脐上悸的时候是肾，啊，这是我们按照东、南、啊，西北，啊，布列得来的。因为人身上人本来就在东南西北好八方的正中间的地方，那小肠是火，所以心是南方，所以我们把东方放到这边来。人体因为是在自然界东南西北好木和土金水的状态之下，所以发生病变也是按照这个动作来的。这个你要聊黄帝内经讲的就是病的早因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治病你一定要去了解天地之间的道理啊。好，那西方医学不是这样子，他几个一些化学家就坐在那个研究室里面，就闷头埋头苦干，外面月亮盈亏也不知道，太阳晒也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反正他做个药出来，哦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病人那个射物腺肥大的时候，这个他们代号是 PSA 的指数。那我在 Detroit 演讲的时候，那个医学讲的时候，有个我们在临证看，有一个男的呢。射物腺癌的指数是243，
正常是三以下、四以下，很低啊，243那么高。结果他吃一个女性荷尔蒙，一吃第二天就变成三。你有没有想到？他说：“可是我肿瘤还是那么大。”现在人很愚昧，怎么讲愚昧？就是他只要看指数，他指数正常他就很开心。实际上，他那个西药进去，只是把你血里面的指数淡化掉，身体的病还在那边啊，根本没有去掉。所以很多人指数都很好，照样发病。好，那相信中医的呢？啊，碰到好的中医，长命百岁，健康。好，那相信西医的指数你就完蛋了。哎，这个病人本身就知道啊，他说我吃了第二天变三，可是我那个肿瘤还是好大一个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很，那你就看这个，你这个就不准了。好，不准。所以说，如果研究化学，光是这个研究找个东西把这个综合掉，有什么难的？对不对？你水太那个果汁太浓了，加点水就淡掉了，这个什么难？这不难啊，对不对？难在你要把它根去掉才难。好，那这个皇帝说五脏内发生的疼痛，好，现在就看到动悸，好，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子。那至于这个怎么治，我们有治法在后面，不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的哈。那各种不同的痛啊，诸位自己看，238页，岐伯就讲了，好，前这个我们书上有的，我们就不再叙述了哈。这个岐伯说，寒气如果克于血脉外，在脉的外面，脉外，好，脉外受寒的时候呢，好，病人会卷缩，好，就是寒则缩嘛，好，病人会卷曲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脉非常的束，好，那也会影响到外面的小络，小的孙络会影响到，好，就是细脉的地方会影响到。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就发痛了。那因为它是在脉的外面，而且比较孙络，比较在四肢周围的地方。比如说这个怎么讲哈？你把它手放到冷冻库里面，好，冷冻库里面，你就晚上去试看看，好，或者放在冰块里面，冰水里面很冰，哇，一过上就很痛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寒在脉外，那这个痛呢，你只要一放到热水里面就好了，好，或者用热烤一烤就会好，好，就是突然痛，本来不该痛就痛了，好，因为受到寒在脉外，好，得这个字好，那个日加个火，我在池海都找不到，好，反正是加热的意思，好，所以中国的文字，古代的文字，我们不要去太计较它，你知道意思就好了，一得到热，它就会好，如果是。你重于寒，就是这个寒气呢非常的严重。好，比如说你在手放在冰块里面放个15分钟，很痛，20分钟很痛。你放2个小时了，一直加冰块下去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很强的寒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比如说你们冻疮，那你冻疮下去，你在那边火烤里面有用了，哎，它冻了一个晚上了，就已经整个坏死掉了。好，当然我们有处方可以治好啊。你冻疮就切个脚趾头，那都不是好的医生。冻疮我可以让你，我们中医都可以让它好。好，当然北派那个伤寒家才会嘛，伤于寒嘛。温病派的温，我们南方没有伤寒，那冻疮死掉就死掉。就南方的一大堆人得到那个冻疮的号。那到时候你们讲完，你们这个我讲的这些病，以后将来对你们来说，好治病，好就那么简单，一下就好了，好一点都不难。好，所以通了很久，那就是寒很重。寒气克于经脉的里面，对吧？一个刚刚是脉外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脉内，好，脉内寒热气相搏。这个时候呢，里面是脉在里面呢，脉本来的血脉里面呢是热的，那现在寒跑进去了，好，那寒热这两个在相搏的时候，哈，这个脉就胀满了，好，胀满，满的时候痛得不可按，剧按，好，像痛风有没有啊？不能按你，越按越痛。那痛风不要说手去按，连那个衣服碰到它都痛。好，巨按他痛成这样，我们就下次你们遇到这种，你们就知道，这个人呢是寒热相搏在血脉里面。好，这个观念是这样子，那你就知道啦，在血脉里面，我们要开一些入血的药，开一些去寒的药，对不对？脉里面是热的，你就不需要开其他的，对不对？那里面去寒的，你加点热药下去，一下痛就会去掉。好，因为为什么要陈述这个，就是有助于将来你们开处方。好，那你要知道是病因，你才知道怎么开处方嘛。好，如果寒气激流，好，热气从上脉冲，大而血虚乱，那时候痛甚更严重了。好，
就是加重了，那更不可按啊、哦。那人你想想看，这边痛，痛到不能碰，你这样子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那痛了按按摩也好，他痛到不能按，好、哦，这就是治病的原因。好、哦，好，诸位看，这边都是寒，对不对？寒，这一带是不是寒？好，你看329页上面一票全部是寒，哦。那我们在讲寒的时候，那我们处方治症是不是开热药？好、哦，那温病的就不会开热药啊。那寒的他们都开了寒凉的药，对吧？我叫寒凉派，我叫补土派啊，滋阴派，就是越寒越痛啊，都不会好。好，那不会好就是说我们中医为辅啊，西医为主，给送到西医去，西医更坏，吃的药更寒，哦，就会变成衰那个关节痛风啊，肾衰竭掉，就这样子。好，239页第一行，你看，如果这寒气是克于肠胃之间，元膜之下哈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很早就给你们提出来，元膜就讲三焦的膜，这个在内脏脏腑之间，通通是往这个往有往哈在联系，这是油膜。那血不得散，小络引急，好急引固通，按之就是血气上固，按之痛止，就是因为。你这个寒呢，只是在肠胃中间，比较浅，所以你手按下去的时候，要我的手按了、啊，我的手是热的，按下去它就不停了。你的手比他肚子还冰，你按下去它更痛。啊、哦，女孩子很多手脚是冰的、啊，对吧？我们要先把她手脚治好。所以如果你跟你太太牵手，跟你女朋友牵手，手是冷的，刚刚把它治好啊，不然的话你哪天痛，那她按她更冷更痛。哦，所以说那还不如拿热毛巾敷上去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因为是寒痛，那这个在比较肠胃表面，所以我们手按下去可以。好、哦，千万要找热手，好、哦，冷手不能按，冷手这个不见得心是坏的，那身体还没弄好嘛，好、哦，给西医搞了没弄好。好、哦，那这个是按之痛止。第二个呢，你们可以上面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。好、哦，第二个呢，寒气克于夹脊脉，夹脊就滑脱夹脊在督脉，你看哈、哦，寒就在旁边。这个时候那个夹脊脉很深。很深的时候，你按都按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按了没有用，所以当你按了半天，你按不按它也无所谓，均按也无所谓，喜按，反正呢还是痛在那边，寒气很深，我们就知道它在夹脊上面。第三个，寒气克于冲脉，冲脉起于关元，好，随附直上，寒气克在冲脉里面，脉不通，脉不通则气应之，所以喘动应手，这就是我讲这边的哈。从小肠目关元穴，当寒气进入冲脉的时候，冲脉是起于关元，那这个时候它的脉气受到寒气的影响，所以它会搏动，因为冲脉是血脉，血往很大，这个血的力量很大的脉，那这边受到寒气的时候，这个堵塞到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动悸，好，那你就记得，左边动悸是影响到肝脏，下面动悸心脏，这边是肺，这边是。动其周围，其周围动悸的时候，脾脏动悸啊，你摸上去，你就可以摸到咚咚咚咚在跳哦，或者你这样拉开来看，就可以看到那个皮在那个肉在跳，动悸哈、哦，在《伤寒经过》里面都有介绍动悸的处方，所以喘动应手就这意思，并不这个喘动应手并不是病人的哈哈在那边气喘，不是一摸上去就摸到脉跳得很快，好、哦，所以。好的医生的肚子这样抓起来没有？一摸下来，手一摸肚子，摸摸看哪边哦，这下面已经诊断结束了，好，我们叫复诊，肚子的诊断，好，腹部的诊断。那第四个寒气呢，克于背俞，在背后上面的，造成血脉气就是停滞下来哈，脉气则血虚，血没有办法过去啊，血虚的，血虚也会生痛，好，这个血虚生痛呢？因为我们的血呢都是汇注于心脏在管，心主血嘛齁，所以会相应的痛。那你如果是像血虚的痛，你按摩它的时候齁，我们按摩它的穴道的时候，它痛就会慢慢慢慢减缓。齁，所以你有时候老人家生病了，你再帮他按摩，慢慢拍拍背啊，这样按摩啊，他痛处好很多，为什么？他原来是血虚。那你手是热的。齁，所以你们女孩子手是冷的，就泡个热水再去按，或者拿个热毛巾去按。那我们手是热的，摸上去那个热气最好，因为人身上热是固定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发烧，人很正常。那你摸上去的时候，身体的热气是相通的，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寒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怎么活到？所以我的热一定是适合他的热，这是最好的温度。那你如果是用人工去调那个温度，有时候太高太低，有没有？调太热的烫到，调太冷了又不行。人体的温度最好。
好，当然只能这个动作只能帮你自己亲人做啊，啊，不然每个病人来你都这样，啊，你都晚上你就躺下就挂了，你因劳这个单病就是过劳久劳，好，太劳累了，每个病人那个按那么累啊，哈，没有办法，只有自己亲人可以做到，好，那我常常就一看那个夫妻来，太太那个背痛，我知道他按摩，我跟他亲人说，你帮他每个晚上帮他按摩一个小时再睡觉，这样他的痛就会好，啊，他亲人。我今天不该来的，哈哈帮太太按有什么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我是这样子讲他了，我回去自己没做，好，是吧？人是这样子做，好，还是人嘛，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血脉不够的时候会有这个背后，所以你们常常会背痛的，按摩一下很舒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寒气如果克于厥阴的脉，厥阴的脉络阴气，足厥阴肝经呢落到阴气上面，气于肝。寒气如果克在脉的里面，脉中不是脉外哈，克在脉中，这个时候血气脉急，因为血通不过去啊，好就会造成邪热，引到少腹，好痛，好我们知道寒在血脉中间，在肝经上面。寒气如果克于阴谷，就在属膝部，好那个下这个下面，那寒气上及少腹，血气在下相引，所以腹痛引阴谷，那肚子痛会引到那个我们那个会阴的地方，会牵引到它痛，好牵引到它痛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寒气是下焦太寒了，好，你看都是寒气，你有没有看到热气造成痛？没有啊，都是寒气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光是一个痛，都是寒气，那你怎么开寒凉的药呢？因为开到不会好的嘛，你想就知道不会好，对不对？那病人来找你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说一定要你开的药很好吃，哎，这个医生开的药很好吃，他不找那好吃啊，他要病要恢复，对不对？那你开的药很难吃，可是他病好，他再苦他都吃。你知道我的病人跟我怎么讲？你这个药，我甚至肝癌，你让我好，你是大便叫我吃大便，我都要吃啊，对不对？那在美国的那个大陆来的中医不是啊，因为他汤药开不好，病人吃不好嘛，可他就不这样子跟我们自己跟我们这个中国人讲，他说美国人不喜欢吃汤药了，所以我们都不开汤药，实际上他不会开。开不好，我开汤要开多少？每天是成袋的出去，那不是说一包两包，一袋拉出去这样子哈，一袋是这个60磅然后出去这样子，好，哎，所以说他们不会开嘛，啊不会开就是说啊美国人不喜欢吃，都怪别人错，好，我们真的当医生，尤其学医学，医出问题先要考虑自己对错。所以我对自己的评管很严格，东西看得很清楚，千万不能错。第二个，每一次因为你开处方，你这个药不对，你病人没有反应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考虑我是考虑我处方有没有错，然后考虑处方没错，看药有没有错，我就想这个人是不是跟我讲漏讲哪些东西，哦，我都是这样做的，哦，那如果说寒气呢克在小肠膜原中间，这个小肠里面呢。很多的魔炎在这边，三焦从这里开始生，好联络到后面的命门，所以他特别讲小肠的魔炎，就不在小肠里面，在小肠外面，小肠外面这个魔炎呢，直接落到后面的命门的地方，好，哎，中间穿过小肠，然后直接到关元的地方，好，那关元的上面，关元是那个冲脉之始，那关真正魔炎接触的地方是在气海和石门的地方，好，所以道家这就产生了疑问。有的呢，道家他我寄心在气海，气海是丹田；有的那个佛和尚说我在关元，脐下三寸，有的脐下一寸半，好，那就是草，就是草这个元魔。那真的我们讲三焦的元魔起在气海，好，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讲到关元？因为关元是小肠的募穴，它跟心包心智相表里，太重要了，好，所以你寄心于小肠的关元和气海，差不了多少嘛。哦，你反正你念坐打坐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手去指到那个气海这样打坐的，我没有这种动作，对吧？这种心在假想，所以大概这一块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计较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打坐的手在那边指到那个穴道？这个人没有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对，没有这种事的哈，哦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气海的是三焦的好元魔的地方，小肠是关元的地方，那两个都各称为丹田，好，哦。